用 be 动词还是用 do？ 句子中假如说是有动词的时候，我们要用 do 或者是 does。 假如说没有动词的时候，就用咱的 be 动词。第一题，你打篮球吗？注意一下，这个句子中已经有动词 play 你，所以说这里直接写的是 do you play basketball。 第二题，什么 you？A teacher， 这个句子中没有动词 you 和我们的 are 连到一起。Are you a teacher？ 你是一名老师吗？第三 ，they Chinese， 没有，咱们的这个动词虽说要用我们的 be 动词 they 和 are 连到一起。Are they Chinese？ 他们是中国人吗？第四个 ，they speak。句子中出现了动词，有 speak 的时候，我们要用助动词 do。Do they speak English？ 他们说英语吗？第五题 ，What she like？ 后面出现了 like 动词，注意一下这个 she 是第三人称单数，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用到咱的 does。What does she like？最后一个 what 什么 she 句子中没有动词，用谁呢？用咱的 be 动词 is。 What is she？ 她是做什么的？